者姚月红台北报道。48岁詹姓妇人日前在台北市东区法式餐厅白吃白喝，店家报警送办诈欺，由于拒不到庭，本月遭法院通缉。她竟为造假的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证件四处行骗，警方获报百人，发现她根本不像20余岁，经验指纹确认身份，除依诈欺罪嫌借送归案，另加办一条伪造文书。警方调查，詹女105年10月间涉嫌在法式餐厅白吃白喝。当初被逮时，她还谎称该餐厅是她先生开的，拒不付2000余元餐费，店家报案依诈欺罪嫌送办。但多年涉讼期间，她完全不配合院检侦审。今年3月间判决确定后，遭发布通缉。詹女竟异想天开，以影印方式变造个人身份证件。台北市警方获举报，基隆路一段住商大楼有女子行迹可疑，怀疑是通缉犯，立刻派员前往查访。照上遭通缉的詹女时，她竟拿出伪造的身份证影片，意图蒙混过关。詹女虽使用他人照片、证号与出生年月日等资料，但59年次的詹女假造的身份证影本竟写上85年次，整整差了26岁，警方再瞎也不会看不出来，当场戳破谎言。为求慎重，怕逮错人，直接将他带往刑事局采验指纹，确认詹女无误后，借送地检署归案。